《爱情演绎》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又送东西啊！哟呵，谢谢谢谢谢谢啊！嗯，你瞧，来就来吧，还花钱哈！嗯，以后千万别买东西，你也不知道我爱什么不爱什么嘛！啊，有一种东西叫转账，你没听过？嗨，行了，别开道了，比较比较简单一点。这说的什么呀？人一多说话就听不见，是。但是唯独咱们这种艺术形式，怎么呢？是台上台下可以聊天的啊，这叫互动啊！你要看个什么芭蕾舞、交响乐，你们千万可别这样，不行吗？那能让人打得跟那个似的。嗨，刚才是高峰高老师，是跟这个栾云平，哎，高老师很卖力气，那是哈，话筒都湿了。嗨。嘴里不干净啊，嗯，因为这个，不至于吧？这个，这也太不利索了。这嘴有点松啊，嗯，没功夫啊，嗯，让他休息一会儿，不至于。又到咱们俩人了啊，再说一段，只要有谦哥在旁边，我就放心。您客气，我们俩人这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嗯，什么叫船上的蚂蚱？一条绳上的袜子，褂子，什么？一裤衩的袜子，哪儿啊？你打算说什么呀？一炕的蚂蚱，好多恶心这东西。就说咱俩好怎么说？那叫一根绳上拴的蚂蚱。哎，对对对，一根绳上拴的蚂蚱。对对对，我们俩真好。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嗯，钝刀杀人，举完例子了啊？说完了，说完了啊，死两回了。哦，那行那就可以。嗯，但是我还想说前面就跟嫂子喝酒那个。不用了，不用了，嗯，都知道了，嗯。好吧，嗯，饶了你了，嗯，什么叫饶了我呀？说咱俩好，啊，比如说，嗯，在一个房间里坐着，哦，一屋的人，是，我突然间说句话，您说什么？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哦，这是这个手机没电了，没有人理我，哦，只有于老师，嗯，腾一下子，哎呦，你吓我一跳。谁吓谁一跳啊？我怎么我让炮轰着了是怎么着？于老师腾一下子，我怎么了？起来了，我有。哦，我有，借给你，必须用我的充电宝。好，于老师先把输液的这针头就拔了。我还输着液呢，呼吸机都去掉了。干嘛呀？我这是心脏起搏器都拿下。我这要死，哎，嘴里下着胃镜，哎呦，自己动手，把肠镜也拔，嚯，一拔肠镜还掉出一瓶啤酒来，哎呀，这，我这钱不够，嗯，你等着我，怎么着？我回家给你拿充电宝去。这犯得上犯不上啊！我这我都感动坏了，我这就感动了。快去吧！哦，没拦着我呀，嗯，去吧。哦，于老师开门就出去了，还能出得去？一出去外边下大雨，这闹天儿，咔，什么呀？一个雷啊，劈在于老师的脸上。这雷劈的还真准。咔，你这解气呢是怎么着呀？于老师就躺地上，劈坏了呢，就站起来了，哟，鼓足了勇气往家里跑，就为这充电宝。往前一跑呢，嗯，地上有狗屎，啊，唰，还慢镜头，踩狗屎上，嗯，啪，整个人，嗯，掉到旁边那沟里边，怎么那么寸？沟里边都是立着的那个大铁钉子，我这尖冲上。哎呀，于老师就趴在这上，啊，都扎上了。站起来都是眼儿啊，全身呐，滋血就跟花洒似的。呵好，还往家跑，这我够有毅力的呀！我给我拿充电宝去，啊，哎，往前跑，对面来汽车了，大汽车，大汽车从这边来，嗯，啪，这是撞脸上了。汽车撞的也准，嗯嗯，于老师站起来还往家跑，我还能站起来呢，哎，到家敲门，嗯，噔噔噔，是，
嫂子在屋呢。啊，干嘛呀？是开门，我拿充电宝。哦，外边下雨，你别进来，把屋里别踩湿了。我湿了，他不管。嗯，打窗户把充电宝递出来了。啊啊，回去吧。你瞧这什么世道啊！雨儿转身往回跑。嗯、啊，打汽车从这边又回来了。啪、啊！这孙子等着我呢，是怎么着？嗯，怎么那么寸呢？刚才不这么开过去了吗？啊，开过去他觉得是不是撞人了？是啊，掉头回来，啪、啊！对，就是撞人了。嗯。哦，是撞人了，多心撞两回了。人家走了有事儿、啊，我事儿他不管了。哎，你站起来，于老师站起来，可结实了，于老师。哎，对，金撞，还往这边来跑啊跑啊跑。嘿，找地上那狗屎哪儿去？我找狗屎踩啊！哎，有啊。哎，还是那姿势，掉沟里边。嗯，沟里都是大铁钉子。哎呀，扎一身都是啊。嚯，滋着血又出来了啊。哎，眼瞅着这到门口了，好、哦、不进来，为什么？等那雷呀、啊！好家伙，咔！怎么样？披上了，好，躺下了，完成任务了。对，站起来，心满意足。得了，我满什么意呀、啊？我开门进来，嗯，给你充电宝，拿回来了。我感动的我眼泪都不行了，我哗哗的。那是，接过充电宝，嗯，把线捋出来，是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哦。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不是手机没电了、啊？手机有电，充电宝没电了。多损呢、啊！您这个说咱俩这个交情，我都玩了命了。这个交情搁在别人身上，嗯，打死我都不信。打死我信。那就打死你吧。没听说过。只有于老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哎，就是交情，说交情。亘古一人，忠义无双。您太过奖了。这个人没有毛病。你还能这么说？哎，真的没毛病。我要说谎，灯灭你灭。对，我灭什么呀？就人没毛病，圣人。怎么过了吧？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您说，于老师活这么大岁数，嗯，连洗头房都没去过。不是这动静是信是不信呢？这个不是。没去过，这个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也没有什么洗头房。那以前的时候，二十年前，这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业余活动场所。什么叫业余活动？有这么一个小房间啊，有一个粉色的小灯泡，嗯，屋里坐一个大姐姐。哦，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嗯，你把她那屋都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哎，人家不用那工具啊。嗯，于老师打那儿过，他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就很单纯的嘛。大部分说相声演员都爱到那个地方去。好、哦，他们说那地方什么采风啊、创作什么的。上那儿采什么风啊？便宜。于老师没去过。哦。于老师从那门口过。嗯。他能走过去？不知道啊。非得里边这大姐敲窗户喊他，还叫噔噔噔。嚯、哦！玩会儿嘛。嚯、哦！谁玩谁呀、啊？这个你。怎么这么粗的声啊？这个，哎，于老能吓一跳。是啊，嚯，多少钱？别问价了，我不进去，我问什么价啊？啊，嗯，老实，我认识的说相声的人啊，啊，就俩人没去过这个地方，除了我还有谁呀、啊？那人叫孙越。哦，孙越，我知道，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这捧哏的。孙越300多斤得有，是他没去过，他也单纯，进不去。哎嗨，门太窄是吗？他那大姐出来，大姐不出去。那是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废话，还起名字呢、嗯。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于老师多么的重情。这怎么叫重情呢？于老师在结婚之前啊，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这很正常嘛，不容易啊。这是单纯吗？不容易，是就交过一个女孩。哦，我还见过那个女孩。您认识？她是一个叉车的车模。我终于把独轮车给买过来了。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哎，您说说吧。她叫彪子。我女朋友叫彪子呀。对对对对。啊，学名叫王轱辘墩子。嚯！
好家伙，小名叫彪子啊，爱带花，就这样还带花呢，带一脑袋花。嚯，俩人手拉手走到街上，谁见于老都问，问什么？给谁送花圈去？好家伙，脸太大了。俩人找一个那个喝水的那个地方啊，水吧。哎，一人弄一大杯黑珍珠奶茶，以前兴喝这个，能坐一下午，就这么干坐呀，大杯这么高。里边黑珍珠是插一吸管，嗯，你看我，我看你，嗯，叼着吸管，嗯，哎呀，我这是喝呢，是吹呢？哎呀，嘟，开心呢，高兴啊，彪子也开心，嘟，一不留神，彪子呛着了啊，这点黑珍珠顺着鼻子眼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呀，太恶心了，这个。满桌子都是，哎呦，把谦儿乐坏了。那是，没吃，别吃啊！嘿，行了，行，不这我谁玩儿？行了，多恶心呐！彪子一看呐，啊，实在是看不了了，忍不住。彪子夺门而出，人家跑了，于老赶紧追出去。那是啊，把门夺回来。这彪子抱着门跑的是吗？我说夺门而出呢，挺好。好什么呀？彪子是于老师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赶紧走吧。过客也是客，该接也得接。好家伙，我这接客呢，我这。啊，彪子后来混得不错，是吗？到电影界演戏去了，演一公主，嗯。啊，还是那模。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来谦儿哥跟嫂子这段感情。啊，就我媳妇儿，这就是那句话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老话说的对，到现在俩人一出去，嗯，车停稳了，谦儿都主动下去，嗯，给嫂子开车门，这叫绅士风度。列位不容易啊，当然啊，您在停车场，嗯，只要见到一个男士，嗯，能主动拉车门，只有两种原因，哪两种原因啊？第一，这个车是新的。哦，第二呢？这个娘们儿是新的。这嗨，这怎么也有一是新的。自从他俩人结婚之后啊，嗯，你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外边演出，哦，在杭州演出，是剧场门口遛弯儿啊。谦儿说：“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我都快不会花钱了。”怎么叫不会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全是嫂子给买了。哦，不用我操心。他说：“你看我都不会花钱，太疼我了。”是是。正说着，剧场门口有老太太，嗯，摆一摊儿。卖那个手织的手套，毛线的帽子呀，哦，小生意，老太太自个儿弄。嗯，谦儿说：“我得买点，干嘛呀？”老太太怪可怜的，让她挣点钱啊。完事我也锻炼锻炼花钱，可这也用锻炼。挑了三个不一样颜色的帽子，都什么色儿啊？一个芹菜的，还有呢？一个韭菜的，哦，还有一菠菜的。我挑仨绿帽子，嗯，是的，买回家戴，冲着镜子试。他美，嫂子在旁边看着他。嗯，其实吧，你不用买，嗯，不用买怎么办呀，啊？给你说一声就行。没听说过，哪有这么逗的呀？反正人家两口子感情是真好，不错。刚才在后台演出之前不就换衣服吗？啊，脱了自己的裤子换演出的裤子。嗯，他一脱裤子，我感动坏了。怎么了？人家两口子穿的情侣裤衩。你先等一会儿，回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你怎么知道穿的是情侣裤衩？嗯，别想，高峰告诉我的。好家伙，合着就我不知道。没有，我跟高峰的媳妇说的。哎呀，反正挺好，两口子感情是真好。是，嫂子拿我们当亲兄弟是一样的。都什么好吗？有时候心里有点别扭事儿的，解决不了，哎呀，过不去了。嗯，嫂子来了，当当当一说，哎，一下豁然开朗。行啊，你不管你多为难的事儿，到最后，哦，嫂子是一定可以说服我的。这词儿用的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词真好啊！当然，嫂子有时候有别扭事儿也问我，这都互相的吗？打一电话，你上家来一趟吧。哦。当时就得去，那可不是多忙，手底活我也得放放，赶紧去。等着你呢。洗澡换个衣裳，赶紧干干净净。干嘛这样啊？到那儿了啊，于谦的家。哦。抬手敲门。是。啪啪啪。
这是敲门的吗？这个啪啪啪，你换个动静，啪啪啪，快呼，你按门铃不行吗？你们家门铃就是一摁就是啪啪啪。哎呀，行了，好好的。一开门，嫂子出来了啊！嫂子穿个小超短裙呢、啊。什么场合穿超短裙？在家里了，怕什么呀？超短裙。再一个也不是那么短，到哪儿啊？锁骨。锁骨？那不是超短裙，这是假领子，这是。不是，超短裙的上头，在这个锁骨的上头。谁问上头？我问下头。在锁骨的下头。哎，这不还是那么长吗？走这儿。啊，嫂子您好。哦。谦儿哥呢？你来的正好。哦，刚走。刚走啊？刚走叫正好啊？进来，进来了啊、嗯！你吃饭了吗？是。还没呢。嗯。来吃豆腐吧。吃什么豆腐啊？拌的小葱豆腐啊。吃豆腐。别扭。还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真是凉菜。吃吧。嗯。嫂子，这是什么菜？嗯。你傻呀？什么菜？有一腿。你们这关系都非搁明面上说是吗？你们就不避讳避讳吗？你先吃着、嗯、我给你包饺子。还吃饺子？哎，有句老话你听过没有？什么话呀？好吃啊，嗯，不如饺子。哦，好玩啊，啊，可不如包饺子。没有您这么开玩笑，你不要想的那么歪啊。谁呀？吃了饭了，我说嫂子，你找我什么事儿？说正事儿。嫂子眼泪下来了，哟，还哭了。我想了又想，问别人也不知道。哦，也只能问你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告诉我句实话。你说呗。嫂子，您别吓唬人。嗯，咱们这个传统艺术的行业有句话，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才对啊。您有什么心里话，您跟我说，我知道的一定告诉您。说吧。你跟于谦是从小长起来的，是，所以说我得问你，你说，就是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嗯，他也是每天睡觉前吃炒黄豆吗？哎，你提这干嘛呀你？什么？你这两段相声前后还都勾着的是吗？什么玩意儿您这？哎呀，列位啊，你要看别人的相声啊，随时看，随时走啊。听我们这个必须从开场就得到，是啊，要不人家都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嗨，这不听不听吧，是不是啊？我说是，他是为了补气。别提这补气了，我这一说嫂子眼泪下来了，这还哭呢。我赶紧问吧。嗯，一说说完了我也哭笑不得。怎么了？他把这好习惯带到了婚后。我们这贵在坚持哦。嗯，每天睡觉前十斤干炒黄豆，一直吃，雷打不动。哦、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用脸盆了。我睡觉前是那桶装水一桶，也喝三脸盆。嗯，睡觉前一桶桶装水，十斤干炒黄豆都得来。早晨六点来钟，一般六点半左右。啊啊，叮当，嘟当，踏的令踏令叮当。啊，这个你结婚我来到。哎，新娘没人唱，没人唱。高峰那不就跟你这学的吗？那也不能放出一副板来呀、啊、我。啊，一般他得放到七点。半个小时，嫂子是七点半苏醒，熏晕了这个，哎呀，干嘛呢这是？先打磨打磨脸上的豆面儿，哼，没有那么些个。你们都吃过北京的小吃驴打滚吗？呵，就是那个样子的。不要这么形容。啊，哟，还有一个整黄豆。好家伙，没消化，没嚼碎了啊。行了。嫂子说：“这哪受得了？因为上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脑震荡了。”好家伙，震晕了。后来求他不行，你找个外遇什么也好啊。有这么求的吗？这么放谁受得了啊？啊！谦儿说不行，哦，必须得吃，必须得放啊，补气吗？所以说嫂子跟我说：“你这怎么？”我说：“我哪管得了啊？管不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倒是也劝他，他不听啊。嗯、是啊。后来给他塞东西也不行。什么呀？苹果呀什么的都试过。”哦，后来差点没打死我们。那是。后来换榴莲了，这不毕业了吗？啊，好家伙，幸亏啊、嗯！我说你呀、啊，你吓唬他，怎么吓唬？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照这样放，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这吓唬人呢。啊，咱没有别的办法。嗯，嫂子真听话。哦，回来就吓唬他，你就这么放吧，早晚把肠子放出来。嗯，他能信这个吗？这谁信这个呀？他多聪明的人呢！啊，老这么说他也皮了。是。有这一天早晨起来，他媳妇给他做早餐，
做什么早点呀、啊？就北京人爱吃的一种小吃。什么呀？叫卤煮。哦，叫卤煮小肠。啊，用肠子做的啊。哎，就放吧。咱们有一天你得把肠子放出来。哼，还叨唠呢。我说你也不信。嗯。我媳妇儿干嘛这么阴险呀、啊？这个，哎，今天家里有肠子，怎么了？我把这个扔到被子里边啊，他一害怕就改了。是啊，太好了，把肠子拿出来，嗯，七十来斤呢、啊，我七十多斤呢、啊，好嘛，一掀被子啊，扔到床上，好，嫂子出来包葱包蒜，嗯，看着表等着他，嗯，六点半听屋里边，嗯，听汤开始了，嗯嗯。门一开，于谦脸都白了啊！别进来啊！别进来！哦哦，门又关上了。是20分钟，嗯，门打开了，嗯，于谦一身轻松。是媳妇儿啊，你老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是我还不信呢。对呀、啊，今天真放出来了。是啊，不过你不要害怕。怎么？我把它都塞进去了。我去你的！哎呦，送手机来的哦，照相。谁送手？我看错你了，我还以为送手机来呢啊。嗯、这个，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来吧啊，别客气了啊。谁呀、啊？不是啊，让您唱一个。好啊，这个，好，别着急啊。嗯，你喊不喊，我该安排也是安排，但我不会因为你打乱我的步骤啊。每次一说相声都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高兴，因为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别的手艺了，嗯，就会这个，就会说相声，嗯，相声就是一门手艺，手艺啊，那个剃头啊，修脚啊，卖报纸啊，种菜啊，说相声啊，到非洲当个皇上啊，也就这样，人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嗯，能够说相声，我给你快乐，您给我饭吃，我觉得这挺开心的事情，是啊，你看于老师、高峰，嗯，这在德云社，这都是劳苦功高的人，不敢当，不敢当，真的，真的。高老师辛苦，哎，对对对，两位都很辛苦，没有没有啊、嗯，那个老高当然也不容易，当然，高老师替我们教学、管孩子们，他负责这个，他不容易啊。嗯、然后他们俩人天天忙着这些工作，他们俩人的家眷呢，就是归我负责照顾，我们用不着，管得了。你看你不信，老高来，老高，高峰在吗？你看，来来来来。来哎，高峰是我师弟，是对，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哎、嗯、哎，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没错，高老师是范老师的学生，范老师是范岛爱啊、哦，去，不要再普及了。好的，我师父叫范振玉啊，翻译过来呢是范岛爱、哎，没有，不用翻译，就叫范岛爱，哎去，啊，别跟这添乱，咱、嗯、就一个名字，范岛爱就是，哎。太不像话了啊！你看范振玉先生，好的，老艺术家，嗯、可惜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多遗憾！哎，我师父活着呢啊！好家伙，这一没留神说死一个，您这还是谁的师父谁惦记是吧？我新鲜，这话又过分了，啊、应该过了教师节再说。好的，好的，就这么几天呢，啊、一天半吧。哎呀，你别许给他，回来他讹你啊！还说多了，很开心、嗯。对，这哥俩呢，在德云社劳苦功高。哎呀，那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夸奖，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您打算若有来生，怎么样？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嗯，于谦啊，你就是我的大太子。高峰。我呢？你是我的二太子。行，您了解吧。你好，哪儿的事儿？纯粹是胡说八道嘛？不是嘛？拿起嘴就说。是。凭什么你是大太子？没有任何根据啊！拿过来一嘴说你大太子，你二太子，有什么根据？你先别这，你等会儿。疯了是怎么着？谁疯了？哪儿啊？你过来就争去，你弄清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呢？你呀、啊，你甭弄这个假甭脸这劲儿，你甭弄。什么叫假甭脸？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这大太子，你我跟你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大太子，我跟你说啊，他得有资格，你当不了大太子。这还有什么资格？我大太子资格？你有什么资格？你看，那对呀、啊，大伙儿都知道。你看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我们，对不对啊？
你呀、啊，混淆视听。怎么了？混淆概念，合作跟排行没有关系。你二太子、三太子都可以合作。那咱不谈合作呀，哎，咱就谈年龄啊。年龄，我虚长几岁？我是你哥哥，我当个大太子，我怎么了？我你虚长几？你满岁数，你今年刚22。谁？我多大二十二？我倒想，你对你说那没用，说那没用、啊，论岁数也是那什么。你先等会儿，我这刚弄明白，咱俩都儿子辈儿了，咱这争竞什么呀？咱们俩儿子争没什么意义，多新鲜呢！跟他争，找他去呀、啊，姓郭的儿子，哎，去。我爱答应我、嗯、我们怎么成儿子了、要当孙子吗没听说过嗯咱不平辈儿吗平辈儿那就得换个说法了对了我要是下辈子当了皇上的话我们于谦是我的正宫娘娘哎她平辈儿了高峰是西宫娘娘、嗯、好哎不好西平辈儿平辈儿也不行啊凭什么你是正宫呢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你废话一共封咱俩人不跟你争我跟谁争去我那凭什么我就不能是正宫呢他又来了，他又来了，又这套。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呀！啊，我长不这模样，我不母仪天下吗？各位，嗨，对啊，多少年前他们就说我母仪天下了。别煽动群众，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对你才长得像老太太，你是后者。哎，老爷子啊，喊陛下。哎，陛下，哎，您最好您废了他，您立我。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呀生不出孩子来。哟、哎，你生得出孩子来是吗？啊、我有路子，你管着吗？哦，你认识人啊？这对了。那行，那话，那于谦你让他吧。啊，于谦西宫娘娘。嘿，你瞧，高峰是京中第一名妓，好吧？对我还玩造型呢，我怎么名妓呀、啊？我下了朝没事，我找你玩去。你准不去，我让太监替我去。那有什么用啊呢？他要有路子，不用这么正经了，别老举例。我是说咱仨得好，怎么就能好呢？那就让于老师唱个歌吧。哦，什么？很顺吧？哎，你瞧，过渡就是那么自然。你瞧，这都一看那。这都是常听我们相声的哈，哎，对了，实际上您也点不出几首新的来，我也不会什么新的。啊，对，那个其实就会这么几首以前常听的这个经典崔健的歌，哎，刚才十八摸呀，还没学呢，那个假行僧哈，刚才那个唱几句假行僧好吗？哎，好，嗯，来啊，哎。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谢谢谢谢，好，唱得好，真不错。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好吗？哎，太棒了。嗯，唱一个于老师最爱的，哎，我喜欢的这个。唱一个于老师最喜欢的题材。哎呦，这咱好好听。那是青楼悲秋，好吧？嘿。哦，你也喜欢，我喜欢这，嗯，你喜欢这地儿啊？不错，不错，您就唱吧、嗯。这个青楼呢，就是过去旧社会一种点着小粉灯的地方，哎，嗯，风化场所，玩会儿吧，哎，对，多少钱啊？嗯，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有技术的女人啊，呵，还起名字，糟践这名词儿，嗯，就觉得岁数大了，嗯，准备跳出火坑，从良嫁人，是对，关于嫁谁很纠结，啊、嗯，这么一个小曲儿啊，哦，好好好，好月呀。如同波舟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斜倚栏杆，两肋交流。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家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得
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这说话今天来这儿演出的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把他们都叫上来咱们再聊几句啊。好，见个面，来来吧。这爱谁的都有，这是啊。哎呦，这听见了啊，这好还在答应呢。来，我们从那边挨个介绍一下啊。好，头一位是高峰高老板。旁边这个是我的爱徒啊。不得挨着说吗？挨着这是栾云平。这也是我跟我儿子一样啊，在家长起来的，你们喜欢的烧饼。哎，这是我徒弟曹鹤阳，啊，我徒弟周九良，这也是你们爱的啊，我徒弟孟鹤堂，主持人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来吧，人都齐了，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好，来，都往前站啊，我带你们，咱们一块儿唱啊。高点儿啊，低点儿啊？哎，您低点儿吧。低着点儿啊？低着点儿吧。好嘞。这有啊，你们我太低了，您这太难伺候了，您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哎！上了伯龙马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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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赶考狗奔东京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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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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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呀哎呀。前出美酒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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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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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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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